十六班潘一林同学代表全体毕业生致感恩词。毕业生请起立。对，这是你们，不要怀疑。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是我们在南投国中的最后一天。三年是段说长不长，说短却也不短的时光，长到足以让当年那个小鬼头磨练出今日一身知识及面对未来该有的态度，却又短得让人抓不住时光的尾巴。关导师的脸孔看了三年，闭上眼是否仍想不出清晰的细节？科任老师的口头禅言犹在耳，张开嘴是否仍模仿不出精髓？校园走了许多遍，你怀不怀念挤在福利社门口抢着买早餐？怀不怀念那球场上闪耀的笑颜？怀不怀念记忆竞赛前在家政教室的苦练？怀不怀念南投国中所给予的一切？毕业是分离的起点，却非求职的终点。这三年所经历的一切都将成为未来的璀璨回忆和鼓励。遇到困境时，想想大队接力那份跌倒了仍要接棒的勇气；与人纠纷时，想想趣味竞赛全班不分你我团结一心的精神；心情低落时，想想直笛比赛的歌曲，悠扬笛声里藏着点点滴滴欢喜悲伤的青春，也藏着合作和友情。压力过大时，到球场打球吧，回味当时班级的英勇和热血，永远别失去这份冲劲。觉得失去热情时，想想格宿露营为班级荣誉努力的决心。怀念过去时，想想和同学毕业旅行时写下的美好回忆。别忘了在南投国中经历的曾经。今天我们毕业了，祝各位毕业生能在自己所爱好的领域内发光发热，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未来浩渺无垠，只等着我们勇敢地前进。在此也要谢谢三年来老师们的教诲，你们所指导的一切我们都将谨记在心。我们会带着你们的谆谆教诲，带着你们的殷殷期盼，展翅飞向辽秋，创造属于我们的新时代。我们要请三年级的毕业生向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行岁敬礼，敬礼！谢谢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感恩礼赞的最高潮就是请劳苦功高的三年级导师移驾到台上，接受各班代表的献花。那慧君老师，您可以台上或台下都可以。好，一般的护卫队请准备好保护了。
请各班老师麻烦上台，请各班的代表到司仪台前面来拿捧花。手机准备好了没？相机准备好了没？还有你的掌声、眼泪，还有飞吻加尖叫，
我们时间很珍贵哦，只有5分钟，5分钟后请大家。
大家再回到原位，我们要进行毕业生退场的仪式。